最后的姻缘会。又跟着变了，当波形改变的同时，伽拉蒙的行为也会跟着改变。你的意思是那个音波在控制伽拉蒙？泰森，叔叔，是你们在用音乐操纵怪兽吗？为什么？超人力霸王布雷萨，星期日下午5:30，就在萌萌金字塔。